天我们俩终于要做一个久违的化妆节目，我们俩好久没做了。太好了，你不用喝醉我就可以给你化妆了。我都想我也要给你化。那我无所谓啊，就是网上特别火的这个 MM 痘的化妆，咱们会有一个顺序，就我们第一颗抽出来的这个痘颜色，比如跟大家示范一下，比如我第一颗抽出来这个绿色，那就是底妆要化成绿色的。那规则就是我抽你的，你抽我的。原则是不准急眼 啊是吗？不想凶的人吗？我跟你急眼。就这样莫名其妙。那我们先光给我抽个底妆颜色来。那我就盲抽了啊，我不挑好不好？各位，关键是化妆技术好，没有办法。脸的道尔敦，道尔玛，画画画画画。盖瑞老师的素材少了一期，阿凡达。比较像这个蓝色，对不对？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哎哎，说好不瞎抓的。我是瞎抓的。那我要飘的话，你可能就棕色了。你不要瞪着我，老公，你别看着我。睡觉你要睁着一只眼睛。今天呢，盖瑞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蓝精灵的仿妆了啊。你莫脱老刘海什么了，一会儿还要出去，一会儿脱老刘海了会洗头。那一会儿你就拦着出去呗。疯了吧你！不是，这叫蓝皮鼠。这个呆毛怎么回事啊？呆毛，聪明。哎，你这是挑，你不是抽。红的，红的。来来来，我怕你们俩像不像那个？啥呀？魔力精。四大天王有了俩，我觉得就没得挑了。这个颜色啊，这化妆师啊，他个人色彩特别。你看着我行不行啊？特别浓烈，肯定是往我脸上砸。要你说。怨毒啊！给我鼻毛都染红了，我跟你说。咱俩是俩门神呢。森林冰火人。下一个，我们抽腮红，来，你先抽我的。我这人特别喜欢画腮红，因为腮红这个东西吧，你画上就给人增加了许多的精神。你打啥嗝？关你屁事！来，跟大家笑一个。好爽。什么颜色我都认，棕色。既然是棕色，我们给它选这个色。这不光咬牙确实，当印第安人，我还挺帅的嘛，分明很帅。我的天哪！下一个我们抽眼影，橘黄色。见状，见状，见状。你也打吧，你再打我也得画。橙色还是最大块的啊。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。打了道唇膏啊，艺术家。我跟你说，这幅画要是不画在你脸上拍卖上亿，这个价格。就这张脸呢，上亿，哎，还挺好看的，是吧？我现在给国浩抽个眼影啊。产生了呼应的嘛。蓝色的眼影啊，你别抽我眼睛，好吧？放心，我这个肯定会完美避开你的眼睛。王庭旺，我觉得你这个人愧对女人，这么不对称吗？王庭旺，你让我化妆脸呢？你看我跟你画的多对称，你跟我画的什么玩意儿？大吉奥特曼就按这个拍吗？奥特曼没有你这么丑。下一个，我们抽眉毛。绿色，绿色的眉毛，别计划。我们蘸取这个屎绿色，给它进行眉毛的晕染。你把我的眉毛画的锋利一点。我懂，我很专业的。我这个脸直接可以到非洲部落当图腾。就是我给它画的体现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。你看啊，它脸上其实全部都是自然元素。红色是火，褐色什么是土，这个蓝色是水，这个绿色是森林。你在我脸上画个五行呗？你说说我一个妆容，你有什么寓意吗？人类与外星生物和谐共处。黑色，这是棕色。那我眉毛本来也棕色嘛，随便就别画了。那可不行，你给我的眉毛进行了一定的艺术修饰，我也给你修饰一下。因为王老师这个眉毛它本来就很粗，那我就给他的眉毛夸张一下，是不是很好看吗？太丑了吧！你看谁丑？是不是很明显？你丑不是我画的，你丑是因为你长得本来比我丑。化妆还带人身攻击的？不是我给你的这个是叫大爱无疆，这个妆的题目叫跨越银河的爱。Congratulations。森林的葱郁，不是我外星人长哪去？这不就是外星地球和谐统一吗？哎，不准急眼啊！你们画嘴唇，你画这么长干嘛啊？看形状，看长度，这叫爱的延续。呸！最后轮到我给郭浩抽一个口红的颜色，兄弟们完美，我决定选用这个颜色，这个好好看，哇，纯金的。我觉得我们这个时尚艺术至少是大家能理解的时尚艺术，这不挺好看吗？那接下来呢，就是顶着这两张妆容在家的半天 vlog， 被大家看腻了，我们俩就是大家已经看腻了人类的生活了，是吧？给大家拍一段外星人 vlog。这颜料涂在我嘴上，我只能这样吃饭，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外星人跟正常人吃饭都不一样。今天呢？给大家揭示外星情侣的一天。说吧，你要想什么对我做的？说实话，今天要是作为妻子和老公，我不想对你做任何事情。分床睡吧，要不分床睡吧。这个世界可能只有奶球还喜欢王庭沃了。啊，妈妈都这样了，你还喜欢妈妈呀？奶球第一视角要吓死。奶球第一视角是这样。来来来，亲爱的外星公主，在地球如此美丽的午后阳光下，你不想出去走走吗？我疯了。
太忠心耿耿了。等回了我的母亲之后，奶球你就是狗国国王，没球我任命你为猫国国王，所有的我们母亲的猫都会替你号令。哎呀，你母亲也有猫啊，蓝皮猫。我那个、啊、那个星球叫蓝皮鼠之星球。今天是本外金公主的生日。哎，你不有老子。今天呢是本外金公主的生日，一个愚蠢的庶民，赶紧给老子准备点生日蛋糕。请大家转发，多多三连，你们能得到外星公主的庇护。尊敬的公主陛下，八嘎公主，什么八嘎公主？地球的朋友们为你带来了祝福。咋的，让不让人吃了？这也是个什么花啊？这个是我们地球的特产，叫满天星。嗯，喜欢就对了，跟你的肤色非常的相配呢。干什么？吃这个，吃这个。嗯。我准备当个大脸猫，大脸猫爱吃鱼，喵咪喵咪喵咪。哎呀，你这沾上了油还吃啊？吐出来，吐出来，吐出来！可爱吗？不可爱。那你喜欢吗？喜欢。为啥？因为你是我老婆。